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吃什么吃，这里没有美食。现在时间是2020年的7月15号，半夜的2点半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一样分成两个部分，前面是讲吃的，然后后面呢，我来聊一下我的家具店的小小的体验。OK， 那为什么会聊这个？我等一下后面会讲。那我们现在讲一下，反正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嘛，热到翻掉，然后整个人。可能天干物燥，心烦气躁吧，真的是什么事都不想做，然后也不想出门，只想窝在家里吹冷气。对，然后连文章都有点倦怠感，不太想写。对，虽然说最后还是挤了一篇文章出来啊。好，那反正今天就是其实去离家大概700-800公尺的地方处理一些事情，结果因为妈实在是热到整个人快要往生，所以连700-800公尺，我想反正不贵，算了，就直接叫 Uber 坐过去，就坐过去了，真的是太堕落了哦，真的，阿弥陀佛了。对，然后事情办完以后，那就刚好在信义区附近，就逛一下，想说这么热的天气，然后都走空桥都在里面，然后想找个东西吃，对，然后。晃一晃，想想啊，算了，不如就直接去星光三月的那个家家甜品。对，他们招牌又换了，写说什么连续5年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吧，连续5年。嘿，那其实也有一阵子没去了啦，因为其实那家家甜品假日的人头都很多。对，那刚好今天不是假日就是平日，然后人又少，然后啊有地方坐一下就休息一下呗，然后去。然后我点了我最爱的那个芝麻糊跟核桃露的混合，然后哦，那我发现它涨价了，对，果然一阵子没去了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要加一下汤圆。店员跟我讲说，没有汤圆哦。说，没有汤圆，是因为你们星光三月这间店没有汤圆，还是另外两家也没有？他说没有，就是我们这三间店都没有汤圆，已经一阵子了，因为疫情的影响没有汤圆。我说，我有点无法意会过来，因为我看他全品项几乎都有，除了季节的那个菜色以外，季节的那个甜品没有以外，他全品项都有，真是没汤圆。我觉得很怪啊，汤圆不是芝麻吗？那你有出那个芝麻糊，代表有芝麻，所以是皮是从国外进来的，还是说整颗汤圆都是从国外进来？应该是香港啦，对，是。皮从香港进来，还是整颗汤圆都从香港进来？那也不对啊，因为我不懂的是，现在货运应该是可以到的啊，为什么没有？对，那我觉得也不要去为难人家一个小小的店员，人家也是领人家薪水帮他打工，打工仔吧，领人家薪水的。所以我本来想问，就后来就吞下去，想算了，应该问不出什么结果。他也只是说对不起，就是没有汤圆。我蛮那个，因为他的汤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说真的，我觉得蛮好吃，蛮 Q 的，那是那种比较偏小的汤圆，嘿，偏小的汤圆，反正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我只觉得很好奇。然后之前那个什么，移工也说，烧腊类的不稳，所以可能不供应，我也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烧腊类会不稳？明明台湾都有那些料啊，还是那些料是从国外进的，这是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汤圆我也很纳闷，对。我也不懂为什么汤圆也会这样子哦。好，如果有人知道为什么的话，好，可以告诉我一下。而且，就我知道，可能是货运，你说货运太贵，可是听说货运也那个国际货运也开始掉价了，是不是货运的关系？然后导致他们不想吸收成本？对，我不知道。反正如果有人知道的话，可以跟我说一下，好，留言跟我说一下。对，好，反正今天就是。吃了家家就这样子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好，那再来聊一下那个个人家具店的小小体验。嘿，为什么会突然聊到这个？哎，因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最近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在装潢或是搬新家买新厨齁，就非常恭喜他们。那就会问我家具的东西啊，就是去哪里买啊。那事实上，我会跟他们推一件叫做“友情门”。友情门就是友情，什么友情什么天意老，就是友情是有没有的友，晴天的晴，然后门是那个门口的门，叫友情门。对，嘿，
好，那为什么推这间？我就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会推这间，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些神奇惨痛的经历。对，那我觉得我自己后来整理出来，就是我在买一个家具之前，我会评估一下这个家具对我来说是短期的、中期的还是长期要用的。像其实说真的，买家具最大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IKEA 嘛。对，我不知道怎么念，反正他妈的，我不管你怎么念，我就是要念 IKEA。对，我就要念 IKEA。好，IKEA，然后特丽屋。对，那再来，如果比较长期的家具就是有青门。那如果你是买床垫，那就是另外一个部分，这先不讨论。对，那我自己看的话，就是 IKEA，就是它是有设计感，但是它的东西很烂。好，不能说100%全部烂，它也有好的，我有买过很好的东西，那也便宜。但是它的，我自己感觉它东西90%东西是烂的。你在那边看它漂漂亮的摆设啊，然后室内设计很 OK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一回去组装很方便，我有给人家装过，也有我自己装过，甚至我之前的办公室在弄办公室的时候，我也买过 IKEA 的。对，那它的品质真的非常不好，它只是重看不重用，然后真的很便宜。那，你买回来一装就知道。譬如说，不稳，好，可能桌子不稳。不过这个可能在当场看就看得出来了，不稳，它可能会不稳，或是隔没多久就会崩掉。譬如说，衣橱它的隔板，哈，你可能放重一点的东西，放久了它就自己就崩掉了，好之类的。对，那我有买过很好的，我现在搞不好用了，搞不好快10年了还在用。但是这真的极少极少，去 IKEA 买，几乎都是那种短期要用的东西。譬如说，你可能估个2年吧，2年可用期这样子。我自己啦，我说自己2年可用期的家具，我会去 IKEA 买，它有设计感。好，那特丽屋是什么呢？特丽屋就是五金件，好，五金的东西我会去特丽屋买。譬如说厕所的五金件，但是说真的，它那五金件我个人觉得烂烂到爆，因为那东西半年的话，可能我不知道镀什么的啦。半年就全部锈光光了，对，真的是，哎，半年就全部锈光了，它就便宜嘛，对，反正我就觉得它是特丽屋是个，五金的家具，哈，就是五金的家具店，你要五金什么的话，就去特丽屋买就对了。啊，我也买过它的铁架什么有的没，通通都有，就是比较偏工具类的东西，就特丽屋买。对，那再来就是比较神奇，就是家里的各式大小妈的家具。这就是最妙的地方了。其实我家具也买过2、3次啦，吼。那之前我也跑过什么家具店啊，什么，然后什么神奇的一个，就是在产业道路，然后走到尽头，然后有一间仓库，然后就一堆家具在那边，说超便宜的家具，对，那个一堆人推，哎，但是那个，好，这个我觉得蛮可怕的。我先讲家具店的奇遇记好了，哎。每次啊，那个我就进家具街啊，就一间一间看，一间间看嘛。反正进去就先问你要什么，你的预算多少钱。然后他摆了一堆，反正他们家具店有分两种啊，一种就是东西乱七八糟乱摆，好，有什么看什么，有什么看什么的。然后一种就是摆得很高兴、很高级、high class 的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超大卖场，然后弄得其实很像 IKEA 那样子，就是什么五谷什么，然后各种华丽装潢啊，各种那种嘿花式装潢啊，嘿那种怎么通通都有。对，好，那我先讲那个那种一般的家具，譬如说什么家具街那种的，我一进去就是反正先问你要什么，好，我要沙发，你要多少钱？好，但是就是发现老板的感觉就是，妈的韭菜一颗韭菜走进了我的店里，妈的，我要不要割？我要那是割，我割好割满割到底啊！对，真的就是这样子，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，我觉得价钱是乱开啦。然后有一种可能就是，也不是认识的介绍去的，他就只能就是洋户，你就是他妈韭菜，不割你割谁啊？一张沙发就是可能同一款的哦，你在 A 店看，你在A 店看可能会，可能开个2、3万，在 B 店看嘛，可以开个5、6万，你不知道怎么去评估，你不知道怎么去拿捏，你也没有个锚点去说，就是到底怎样叫合理的价钱，你知道吗？
然后甚至最后他就要包一些有的没的，开始剪。好，我是说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该，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砍起啊。好，那然后好的跟不好的美感也是很多，因为你看只是看表面，它里面的泡棉、棉花什么通通都不知道啊，然后能用多久也不知道啊。那甚至我终于看到一张很好的，好，可能单人沙发好了，一进去坐下说，他我问他多少钱，他说20万，我说嗯。单人沙发20，他我承认他是好做，然后用好的皮，我承认，但是开20万贵还是便宜？他妈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没关系嘛，我们轻松一点坐下来谈嘛。”对，他这间店就是比较走比较高尚、比较有装潢、不会乱摆的那种家具店。他说：“你就坐下来，我们慢慢谈嘛，看看你的需求什么啊，什么有的没的啊。”但是问题是，妈的一张沙发。你单人开20万给我，我买三人座，那不就是60万了？这个就我知道，可能就是那种国际知名设计家具品牌，什么 Rolf Benz 那种东西品牌的价钱，你知道吗？那请问一下，我该怎么跟他砍？我就觉得，如果你没有认识的介绍去家具行，他妈根本就是被当凯子削，妈韭菜割好玩的，我感觉就是这样子，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！我当然知道有些。人就是说有什么设计师介绍可以 copy 什么那个，因为我个人就是对好就没有，反正就是没有设计师的那种，就自己这边乱买，然后觉得自己那边配的，对，所以我就没有走那个的话我就不清楚，但是以我个人就是以一个死老百姓的角度走进去看，我就感觉就是那些家具店都乱吼啦，真的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价钱的底线到底哪里。然后后来有一个做家具店的朋友，他是开那种大型家具行的经理，然后我也去找他，然后他也可以有，我去看他的那个家具卖场嘛，然后他给我说这张椅子就是多少钱，然后他可能开好，譬如说开了6万块给我，然后因为熟了，我就说啊6万块怎么怎么，他说你这张椅子齁，你要1万块我也可以做给你，但是我们朋友就当不成。就是这么简单，我只是开玩笑啦。我还发现说，哦，原来这里面水相当的深啊，对，水超深的。因为他说里面随便一个用料，好的就是正是往上，然后你要1万块也是可以，用料就是可能就容易生锈啊，然后厚度不足，支撑度不足啊，然后泡棉搞不好你他妈做一个月就烂掉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他也跟我讲说，没关系，你只要去外面卖场看。你慢慢看抠下来网站什么什么，它全部都可以帮我 copy 一比一 copy 出来。对，你只要看到你喜欢的，你给我看，我全部都做得出来。但是做出来就有价差，怎么价差？就是好的料跟不好的料就会有价差，那就看你的取舍。我说哇靠，这个他妈水真的他妈深啊！什么叫做有价差？他说 就我说了嘛，泡棉，沙发椅的泡棉好不好？扶手好不好？质料好不好，还有我用的胶水，然后我的木头怎么怎么，通通他说通全部都是坑，我可以做一个跟国际知名品牌的那个家具啊做的一模模一样样，但是里面的料你可以用多久，这就不好说了，我1万块给你的，你可能只能做3个月就烂掉。OK， 我6万块给你的，你搞不好可以做一辈子都不会有事。那我就说，那我怎么取舍？他说就看你的预算。我说我来靠，怎么我看我的预算？他妈的，这个东西水这么深，我怎么知道？所以我对整个家具的那个产业就不是很舒服。说真的，我真的非常感冒，我不是很舒服。然后就这样看下来，其实我也不敢找我那个朋友做啦，因为。我不懂嘛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我预算可能，因为我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就算找出样子给他抠了，那中间的价差到底怎么处理？对不对？我是要好还是要坏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拿捏。所以我想说，算了，也不要去那边买了。那家具街那边体验真的很糟糕，非常非常非常糟糕，可能都没有介绍跟认识的。好，最后就没办法去乱找，就找到了一间叫做友情门的这种。我觉得它比较正规化，有就是网络上有传言一句嘛，友情门无情价，对，就是无情价。什么叫无情价？就是它的价格他妈超硬，
除非有做活动，不然都没有 discount。那他们有一些就是买多少会八五折，再买多少会八折，然后请他们规划，就是画设计图，只要买多少钱以上免费，反正就是全部的列的好好的，一项一项列的好好的在网站上面，或者你直接问店员，好，然后他们有全市好像都有一些展售中心啊，好，然后价钱都是稳稳的。那我是这样买了两三次了，说真的，品质我觉得都很好，而且都蛮有设计感。我个人觉得他们的细节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好，甚至同品项他妈我还买了两个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觉得他妈太好用了，怎么可以设计得这么好？然后摸起来整个就是爽，它的那个整个弧度啊、棱角啊，就是它不会给你做直，就是东西不会给你做直角啦，它一定把你抓弧度，摸起来他妈就是爽。哎，就比如说桌子边边，好、哦，不会有直角啊，也我讲它那个也很妙，不会有全部圆角，因为圆角就是觉得那个就好，很像很随便的圆角，也不是，它就是有质感，然后摸起来妈超顺，对。那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木纹，你可能要选一下，因为木头每个木纹都不一样，你可能要挑一下选一下。对，那所以就是我觉得它一不会乱搞，真的不会乱搞，然后又正规，然后又有保品质，它好像有保固吧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用根本就不会坏啊。然后他们全品项，哦，全品项就是全部都在网站上面，不会像我朋友那个，他就跟我讲说你要什么东西，你。我他妈的全世界，我网站上面对不对 ？Pinterest 上面一堆家具，我怎么去找啊？反正我就是看友情门的上面有什么东西，我就看。然后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组合搭配，不同的布面、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皮面，好，你都可以去现场看。然后它几乎全部都是定做的啦，反正就看他们时间，然后就送过来。我觉得我很满意友情门啦。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很贵、很贵、很贵？哦，什么友情门无情价，说这是真的。但是我觉得。它的贵是比一般家具店贵，但是问题是，它的贵是让我觉得是有品质的贵，但是又不会很夸张。像我之前说的，就是一张沙发跟我讲20万那种 super over price 贵，对，啊、他妈如果有钱，我就直接就靠就直接全部买那个国际品牌设计精品啦，对不对？我就直接买原装的啦，我干嘛去跟你买那台湾那不知道什么鬼东西？一张椅子要给我20万，那见鬼了！对啊，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砍啊。那我就觉得友情门贵是贵在我有办法控制的贵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蛮推友情门的啦，但是我每次推一推，有几个朋友买，我说真的我不太知道啦。对，好，大概今天就先 murmur 到这边了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咯，拜拜。